合作的一个成员呢？就是我必须要争夺他，就哪怕我只有一票，我这一票也要用在他身上。周深哥，周深，深深，周深，周深啊。站在我的立场是想跟周深有多点合作嘛，包括合作空间会大一点。但周深也是很想合作的。其实三十六个成员里我都好想合作，但是最想合作的我是我的偶像周深哥。很想跟深深合作。哎，我从节目第一期我就说，哎，想跟深深合作一下，因为他的声音是我觉得是没有的，就是整个这个唱歌的市场里是没有他这样的音色的，所以就特别想跟他合作，但是没这个机会了。有太多了，比如说，哇，这个能说出一大堆出来。比如说，周深啊，周深，我是从节目一开始就在跟他预约，说只要有时间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赛制允许，我们一定要唱一首二重唱。但是就，阴差阳错就没有实现。包括我，点播率最高的一位成员，不想和他合作。对啊，因为他声音真的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声音，对，所以说很希望和他合作。包括凯迪拉克之前也看到深深，我也就变态了，不是就失态了，就对。然后还有就是王希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和王希有些共同点，他的声音，他是一个男低音的抒情男低音，我是一个抒情男中音，可能如果深呼吸加上笛笛的话，也许会有一些挺意外的收获，我觉得啊。那稿子他说啊都没有合作吗？对啊，都没有合作。就哪怕在《深入人心》这个节目里没有机会合作，我们希望以后也能找到机会合作。